位长老。八戒。谁八戒？我是女的。哦，这老娘们儿像。说啥呢？这个妇女啊。谁妇女？这个寡妇。寡妇。帮我处对象了啊，男的女的？你应该问多大？多大呀？大五岁。比我大五岁还比你大五岁？你是？你好啊，我想采访你一个问题啊。咩事啊？我想问一下咧，喺广州40多度嘅天气里面咧，点解你仲选择喺出面咁辛苦做嘢？你系咪有啲咩目标同埋理想要实现噶？是因为穷啊！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爱过你很值得。你好啊，我可唔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？啊？点解又系你嘅？你今朝唔系搬紧砖嘅咩？穷啊嘛，靓女。所以我咪要打兩份工咯。咁你呢份係乜嘢啊？我呢份咪就係街道平面生態理化環境資源整合專家咯。咁真係乜嘢啊？通俗啲嚟講，咪就係收埋佬咯。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，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。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你好啊，我想问一下咧，点解又系你嘅？点解又系你嘅？你今次又喺呢间大学打咩工啊？我唔系，我真实身份其实系一个大学生嚟嘅，打工只不过系为咗勤工俭学赚啲大学学费咁啫。咁都得啊？系啊。咁即将要开学啦，你有啲乜嘢建议可以俾啲师弟师妹？有嘅，我想同你哋讲就系、是，高中嘅时候睇下老师成日请假。數學老師成日上課，大學嗰陣你試下唔上體育課，扣鬼曬啲學分啊！扣鬼曬啲學分啊！富航传奇出去办签证的时候啊，你们出国是什么目的？曾毅在旁边留下来，签证都办不下来。其实曾毅的这种演唱风格呀，我们喜剧演员特别熟悉啊，他就是个捧哏的。你听，是谁在唱歌？嚯，温暖了寂寞，好嘛。对，应该很熟悉。据说有一次啊，在演唱会上，曾毅下台去吃了个夜宵回来都没被发现。有一次呢，玲花为了照顾曾毅的感情，特地写了一首情歌对唱，给他多写了一首词。当时曾毅就哭了，你想累死我呀？啊，玲花就跑到后台，就跟主办方哭，凭什么啊？他就说了8个又，跟我拿的钱一样多。主办方就安慰他嘛，对吧？你玲花，你不能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你们是个组合，没了曾毅，你们这组合还完整吗？玲花就想了想，完整。Johnny, Johnny. Yes, Papa. Eating sugar. No, Papa. Telling lies. No, Papa. Open wide. Ah, ah, ah.